大家都觉得你是一坨屎。我说我抨击你。好了，那你是有闻到有？我不是屎，我是苍蝇。哦。我眼睛够大了，你们本来干嘛还压我啊？巴掌脸，你不是住台南吗？你巴掌脸说侧面吗？巴掌脸，你瘦了，你瘦了，瘦了变巴掌脸，瘦太多了。对对对，你看你的手都比我脸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镜头在哪里？脸太瘦了，有没有？小成这样，我跟你讲，小成姑，有一家摊贩，因为你要关店。被人家控告不实广告，因为他那一家是卖鸡排的，说比脸还大，比脸大鸡排，结果秀清去嘛，这我脸一般啊。后来不实广告，积极不要这样。后来，那你还有什么歌是走红的？啊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尤其呢这首歌，其他咱们大家拢知嘛。这条歌吼，想起冬吹，迄个时阵这条歌偌歹红，你不知？我感觉我的人生这个歌不是一出来就红了，他这一个歌没有，有一首歌干掉你的恰掌，怎么可能？终于停下。You love 恰。下面。天未光，赶紧来起床。哎，安诺，就是呢，其他咱们大家以为是我的第一张专辑，你整个人生都没有重点。你回动啊，你回动啊，知道吗？我车站红以前啊，不为人知的过去，完蛋了。想想那个时候，你跟露露做过同一行，丫丫出道，然后呢，大家都排挤我。因为我就是不红，不是因为你不红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觉得你是一坨屎，我说我排挤你。那你是有闻到有？你当年还不是有啦？你当年还不是一坨屎，屎还笑屎，真好意思啊！两坨屎，你能想想当年我不红的时候，他还帮我弹吉他呢。哎呦！请你尊重我，我不是屎，我是苍蝇。哦，所以你那时候沾上我这坨大便，你们两个绝配。结婚，你们两个不结婚太可惜了。各位，各位可能会觉得突兀，可能会觉得突兀，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这么做。是，带来这首《车站》。被欺负了，红成这样还会被欺负，好吗？来，老师，原版的哈，原版是原版，原版。无情的那把声音，下下等。那个丹田有没有？我代笔能写尽所爱的人，回车。车站，阮的目眶已经红，才通来心爱的人，只有期待。破声吹一下。
차이 更高车站，我的心头渐渐动，看人欢喜来接亲啊，我是伤心来潇洒。Nora Jones， 哦，我是说萨克斯风手。改变，你要犀利一点，这个太文静了。好，要动感一点。如果他穿我这一套，一定好看。哇，那就厉害了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看，大家想象一下，把它 key 上去，有没有？嗯，还是先不要好了。没关系，哎，你穿女性这套比较好一点。好了，很好。而且刚刚刚。妈妈播掉，妈妈家里播。二刷，那是你的。来，翁立友老师觉得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觉得那个雨欣就是让我觉得眼睛啊，你就大你也讲这么够意了。哎，你看那么幼稚，你不敢乱呐哦。不是，就很奇怪，看到雨欣就是很自然会讲国语，清新洋烈哟，就很清新。然后呢，其实这个吴老师，我都很想要跟经纪人讲。给老师六个电话，好，我要办个人演唱会，我想一个就好了，干嘛给到六个电话？留一个电话，留一个电话，你怎么爱？情意很棒。今天我拄只咧看呀，迄个指法还足清气的，哦，这个长干净。Finger style。啊，你讲讲去，讲讲去，年轻太太去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哪阿弟足清气？台语也未使，国语也未使。那我们让你试试看哦，闽南语的，闽南语的歌谣。哎，那来弹给你听看。哦。哎呦。谁人叫我唱爵士？伊咱写心酸的人。原唱。旋转。我刚刚这条安尼。是。后面是。多起来！我要投唱。雨欣，这个厉害，厉害！现在你既然多起来，可以弹成这种棒，好有气质。有机会可以跟演唱会配合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如果那个什么沙梅沙利的，
沙梅沙丁那样，应该会不好听。三天三夜，我的三天三夜。求啦！你要被求啦！求啦！这个你真的不让秀清姐上来？哦，对吼，他没唱，你要被求啦！你以为他就来演唐老师，然后就走了？谢谢，可能。穿唱应该是要演唱，哦，好转哦。今天穿唱很适合演唱他主题曲，哪一个？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欢迎老爹，迪克牛仔，老爹，翠山。这一期怎么录那么长啊？我跟你讲，我专门在唱八点档。八点档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我们三立的八点档，都呢，三立主动打折啊，拜托我唱主题曲。你唱一定会红的嘛？要不是有这首歌，可能这部戏也不会演很久。那我们还是赶快来欣赏。你叫我能唱《金家好媳妇》吗？我话你不传。你放手啦！我今嘛要赶去跟燕君结婚，你紧放手。我跟你讲啦，金燕君吼是我认定的迄个囝婿吼，你是有几条命在搞抢啦哈！我跟你警告，你紧放我走，啊无代志啦，别空，大家会不怪足歹看的哦。哈，你竟然敢对我呛声，我今麦让你知影，哇，你是好料的啦！我跟你讲，燕君自从嫁过来的人，就是我，无可能是你的查某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是真敖哈，你一个是何蕊蕊哦，阿不了正高，正高哎。我跟你讲，来，你给我开。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你给我开。买了。来，阿买了。你给我来。啊，你给我来。冲啥？你给我来悬崖家。冲啥？我跟你讲。你冲啥？你好，你，不等你，你怎样？先别叫做气候啦。你给我来啦！你吼喊破喉咙嘛，无人甲你救啦！真啊假？你喊啊！破喉咙，破喉咙，破喉咙！你喊！破喉咙，破喉咙，破喉咙来啊！哈！你原来你就是破喉咙！你要注意，你迄个角度会看到歹物啊！哈！快衰啦！无你就去到底啊！走啦你！心
心愈疼，又爱又分心惊影，目屎会流干，要哭无声，啥人讲袂无满你无带。我注意到你，快点啦！快点赶快完成啦！要不然还要太难吃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哎，来，搞到这家，这个是你们的定情之事。等一下哦，少伟，你们的感情就是这个气球在升温，你有做什么好东西？为什么会变这样？不是我主导吗？是是是，你有那么急吗？要赶快完成，急什么？要赶快完成，好主动哦，我很少看到宪哥这么主动。你刚刚干嘛在那边那么用力？还叫你转过来，很痛，你知道吗？老七在吵架，看你们斗嘴。不是你们俩，怎么不讲好是舒淇嘛？是啊，不是，人家明明的就说，
说什么？是刘福柱啊，不是刘德华，刘什么队？你怎么会是你呢？你今天表现得很内向，你的偶像凯伟在这里，你就整个不行。你的偶像在这里哦，凯伟，凯伟，问你一句话，你简单回答宪哥就好。是。你会不会唱那个韩熙配爱讲韩熙？我不会。你不会？不会不会。这个时候倒是最好的。不会啦，我们哪有什么荧幕情侣？怎么可能？这句话是我要讲吧？我不是怕人家讲，我是怕品味的问题呀、啊。怎么会是你呢？怎么啦？我们有什么事？我刚刚以为是制作单位有安排我的梦中情人。秀晶姐真的很爱他。哦，真的。可是秀晶姐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今天是遇到 Darren， 遇到 Darren 之前，你跟我们那个制作人蕊了300个你跟宪哥的爱情故事。对啊，你现在一概否认。你现在一概否认，是因为刚刚他撞他太大力。你倒是说说看，我们两个有什么关系？宪哥，我跟你在你们家。我说，当年我们两个呢，其实大家都误会了，以为我在暗恋他。哦。戴琳娜 one on， 你知道以前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呢，他有一次去主持那个校园演唱会，然后呢他就主动，哎，你这什么表情？你还假装不知道？因为我不记得，忘记了。对啊，这种事情谁愿意记得啊？然后呢，他就主动说：“哎，秀清，你有开车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坐计程车啊，没关系，那我送你一程。”就这样，我那时候才20，你才壮实年华，哎呦，炸翻了！你还在那边假装？我载你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什么？我们是同一家唱片公司的，对啊，没错，没了，所以你就假借名义啊，然后就要载我啊，一路从嘉义载到屏东，对啊，是啊，这么远，送这么远，送点啊，他就说，哎，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我说我没有交过男朋友啊，哦，真的哈，你当时还是没交过啊？对。然后那时候宪哥呢，就好意就说，那我就送你回家。对对对对，刚好呢，我说，可是我们家在屏东很远，说没关系，坐着聊啦，没关系，因为呢，因为呢，我们你要刚好，你要米粉还是面？我要不要加卤蛋？好，那没关系，我刚好呢，明天呢在屏东的哪里啊？我要主持一个校园的演唱会啊，我就想没想那么多，那时候他越在一个，因为我路不熟嘛，我是路痴嘛，我就说，哎，宪哥怎么越来越偏僻呀？哎呦，好，然后真的是甘蔗园偏僻的地方啊！哇，哦，那边还有甘蔗园，是吗？哇塞，你都忘记了，明显的嘞，我的第一次，你竟然忘了？你怕我被控了，拜托！我说我第一次让你载我。宪哥谦虚的太快，所以这当时是20岁嘛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双十年，岁月很容易改变一个人，有没有？我说实话，其实哈，我知道，虽然后来事后我整个变了样，已经不再是你的菜，后来变成你的肉，你就每次录影你就爱理不理的，好真心，所以你伤了我小小的心啊，人家都走心了。那有一天我要不。就是我嫁第二次的时候，你终于嫁第二次，嫁第二次，对，我去参加他的婚礼，对，那时候我好感动哦，而且他都没有预警的就来了呢，给我一个 surprise， 而且送了一条 Hermes 的围巾，对，橘色的，好橘哦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围过呢，好橘，没有啦，是一个心意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祝福你第二次来，也说就是不要再撞那个了，他到现在很幸福啦。对不对？对了，啊，你米来，不然姐姐来照。好啊，阿爸加多两毛。不啦，啊，你来莫弄。啊，对，我拜托诶，阿西，你啊，我你讲，阿西，我你讲，你讲者，很正的，有呢，是不是很正？对不对？现在科技真的不得了。修都没修，好不好？这个没有修，这个是直接用哈哈镜拍下来。大哥，你要撑着。好啦，不要乱闹了啦。好了，反正总而言之呢，其实我跟宪哥，我们真的是青梅竹马。不认多啦，只是呢，因为没有缘分。但是我希望下辈子如果可以的话，作为夫妻再续前缘。你到下辈子还不放过我？看着嘛，行，跨过。好了。那你们俩蛮搭